们，生蚝来了啊！哎呀，水冷蚝粉，又到了吃生蚝的时候了。这个个头一斤称六七个，看见没啊？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特别的肥。这是刚刚煮的一锅，给你们检测肥度。哎呀，哇塞！你搞定在这里拿的什么货，哥姐们啊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什么样的。开不了了那个。哎呀，嘎嘎的哥姐们啊。嗯，想吃的下方购物车，今天在你港丽这里拍六斤到手十斤，下方购物车安排一下。哇塞！